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乐华娱乐的练习生毕文俊。我平时比较喜欢音乐，然后喜欢唱歌。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？谁在哪里点麦第一支紫雨盏？已经没有力气给撑下去了，所以还是希望各位全民制作人们多多支持我，谢谢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